就是、这个、太好了，我想学这个。这个直拍这个拉球，关键就是啥？就是这个，一个是握板，再一个就是你发力，你轻拉、重拉，发力这一瞬间一定要集中，这个集中很关键。对，集中。就是你判断对了，可以做充分动作去大发力，或者是说来不及贴身球去小发力，大发力、小发力这个时间都是靠集中。你不一定每个球都能把动作做得那么完整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判断错了，或者第二启动去拉这个球。你动作做不了那么充分，你发不出力怎么办？核心集中，把球吃实了，通过这个力量把球发出去，一定不要去轮大臂。你看好多直板圈有这么拉球的，我再给大家讲一下，动作很大，确实这个球软绵绵，确实学得很像。你要是换这种拉法，你比如说，我就不发，我不没有什么力，很小，很紧凑，力量。对，这个球很冲。对，这就是核心。对，大家看了没？就是那个刘璐老师给大家说了，就是拉球的时候要的并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一些大动作，我们要的是短平快啊，就是核心怎么去。你看，就是刚才我们继续说的，我们的击球点合理了，对 对，我们的站位合理了，引拍合理了，他拉出去的球的自然而然他就会冲。大家不要光记住。总是说，哎，我今天拉了一个很漂亮的球，光记住这一个，你发出来一个力，你争取把身体保障好，还原做好，板板发出这个力量。行，你看有两个就是直拍球友说，刘老师能不能讲一下直拍的握拍是精髓，还有一个手指的发力顺序和分工。手指的发力，正手这个拉球，后面三个手指都很关键，很关键。直板发力的话，最后出手那一瞬间都是要这三个手指头去顶板的。它跟推挡不一样，推挡是这个三个手指头发力卡住，对，就可以。对，拉球是不一样的，拉球这三个手指一定接触球的瞬间，发力的一瞬间要顶，要有一个明显的顶板动作，有一个转腕，转腕。对，它顶的同时，食指和拇指，那个大拇指和食指这两个要抓板，它顶板形成这个发力。对，看啊，这就是我们俗说的什么，天天给大家讲的发力啊，发力制动。对吧，我们手指手腕前臂的最后传递在哪儿？我们这三个手指头往前顶，然后前面的大拇指和食指抓板。这个朋友问这个问题，他应该有一定基础。对，你要能感觉到手指手腕的力量的话，你应该有一定的基础。所以大家说了，刚才刘璐老师也说了，我们发力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核心点，就是我们的击球点啊，我们一定要靠身体的核心。刚才刘璐老师说了一句话，大家应该没有听清啊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我们拉球不是一个动作拉所有球。对 对，我给大家说明白了没有？不是一个动作拉所有球，大家能理解这个字吗？啊，我们一定是根据来球去选择我们的大动作、小动作还是中动作。没有人可以保证各个判断对。对，我们也有被晃啊，对，判断慢呢、啊。大动作、中动作、小动作的核心是什么？也是发力点、核心点，对吧？对对对 对，最后这还是这一下子。对对对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抓盘，什么时候去合这个力，这个点只要知道了，跟你今天给大家讲的基本是一样。基本上就是整个发力的方向，直拍的握拍这个东西，可能出手那一瞬间稍微有一些微调。对，因为握拍不一样嘛，一个横拍，一个直拍。嗯。啊，今天有卖拍子吗？有，别着急啊，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。啊，我们大家讲了一个小时25分钟了啊，就是我跟刘璐老师两个人第一次知道这个。对，你要去体会一下，练一练，体会一下，你会感觉整个拉球的稳定性和质量会好很多。你们要记住，什么球遇见什么球去用什么动作。慢的球我们可以用大动作，快的球要把这个大动作快速收到1/2的动作去击球。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来来，我给大家拉两个。啊，我给大家拉脸，你在那儿吧，哎，在这儿，我在那边吧，就是遇见什么球，慢的球，你看慢的球，这个没问题，你看我拉两个，你看一、二，这个没问题，但如果要是快，你滚一个，你看这个快不，兄弟们？如果我要快的也用这个，反边了，我永远拉不上球，被顶了。对，但是我要把动作收一半呢。靠核心击球点是一样的。核心问题。对啊，还是回到核心问题。对不对？这个腰关键点还是在胯、腿、前脚掌加上我们的前臂手腕。我觉得你刚才拉这个时候甚至有的时候背都含着点劲儿。人必须得背着含着。背都要含着点劲儿。不是说发多大力要含住这个。你看你说这个很对，我们为什么要背着含着点劲儿？因为什么？你如果散开的话有点后仰。对 对， 对。包不住球。对。抓板的力量也太大了吗？并不是，你看到我刚才拉那球并不是光靠抓板，
我从力从地起，我从脚下传递到我胯上，身体到前臂手腕。当你感觉到你拉的球手上没发多大力，质量很高的时候，你就能找到这个感觉了。打击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又停了，再催一波赞。兄弟们，还有20000赞，咱们就100000赞了。兄弟们，咱们点点赞好不好？感觉感觉赞啊！没觉得你讲的有用，没问题，兄弟，你觉得谁有用你就听谁的，好吧？这个不是强制性的，我们也不收费。哎呀，不是强制性的。小俊一路说你了，那你可以不听，你看。这不是收费进来的，对吧？大家想觉得我们说的好的，觉得全日报教的不错的啊，大家就是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小小关注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谢谢你们啊！感谢平台啊，感谢平台支持，感谢平台支持，讲的挺好，谢谢你们啊！然后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们正手拉球的时候，大动作、小动作啊，它的关键点在于什么？我们的击球点还是刚才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永远要记住我们拉球的侧边、侧前方的这个位置，我们的合理点，还有我们最这个最友善的这个点，大家一定要去这拉这个，好吧？兄弟们、姐妹们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还有10000赞，教练是非常有涵养的，没有涵养的国家队也不能要啊。你说的也对哈，国家队不光看球，也人品也在里。对，人品去，我是以人品进去的，不是以球品。我们国家队不缺人才，对，这是实话。啊，经常打球，其实经常打球就能体会到老师刚才说的。你看，我也说的很对。你包括刚才刘璐老师给大家说的，我们发力的一定是核心点，核心点就刚才讲的田区在哪啊？一定要记住，对对对，不管是任何的球，任何的点。我就算怎么样，我就算我球掉在地上了啊，我们一样也是靠核心那个点去拉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大家能听明白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东西，你们我不说别的啊，就是正手拉球一定会拉顺，你上旋球拉的这个连续性也一定会高啊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大家可以看了，单板质量也好，连续性也好，我刚才跟刘璐老师用同样的技术都给大家展示了啊，这个就是。不是说专业啊，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可能啊多走了一些弯路，把这些弯路告诉大家，总结了一下，对，告诉大家不要让大家走这个弯路，对对，直接走正确的路，好不好？那你这一个半小时大家大部分人都也都听懂了，哎呀，99.9%吧，大家只要能有收获你就没白努力。老师田区在哪儿？下次早点来，8点，晚上8点准时告诉大家，好吧？侧前方还是正前方啊？你发力点一定是对着球台的，兄弟姐妹们，发力点，你球台在那边吗？不在，球台在你前面啊，发力点在这儿，顺势的是顺延，是你要延续下去，这个动作是要靠什么完整性，你要把它做的完整性，对，拉球单板是很重要，所以再示范一次是吧？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来你来吧，你示范，我再给大家示范一次啊，让我们刘璐老师给大家示范，你大家可以看一看刘璐老师拉球的动作，你看身体击球点，包括啊他的面部表情啊，面部表情也因为面部表情肯定是很痛苦，因为我现在体能不是很好，我就是下降点或者上升点高点，哪个点都行，哪个点都拉了，就是你们看一看他哪个点的发力的核心点是在哪儿就行了，好吧？太冲了，你每个点就是每个点的合力感觉都不一样，需要你核心收紧一点，收慢一点，收快一点，包括动作幅度加大减小，它每个点都不同。你看兄弟们拉的好不好，我就问你们直拍里边啊，在我们全日报肯定是排第一的，我十几年不打球了，来正手下旋拉起来，正手连续拉，他们提出要求下旋拉起来连续拉可以减点质量没事，跨头兄弟们看啊，这是完整的下旋跟上旋，下旋跟上旋，你是胯骨轴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全是咬牙切齿是吧？我让你们观察了是吧？有点伤，因为啥？因为他的这个腹股沟跑的。对，一直有伤。哇！哎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动作像许昕啊，都是左手直板，肯定是有相像之处。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下旋和上旋有什么区别？刘教练是个狠人是吧？因为什么？我下旋球我不怎么摩擦。你看，曹，你再给我戳一个，我下旋球不怎么摩擦。对，正常拉下旋都是，人都是，对，你看，
我下旋我喜欢这种，我喜欢拿力量抽，我喜欢用力量抵消旋转。你看了没有，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要说的，就是拉球的比例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旋转和撞击都。如果不能这么冲了，我就选择挂，我不愿意拔了，就拔了。对，就你看我搓这种扳手台这种，这球我就是喜欢顶。但要是这种球，他就开始拔了。这个球也顶，这个我搓的太高了。你说，你看这种球，对我就挂了，他就挂了，就拔起来。如果能冲，你给我搓个能冲的。能冲的，能冲的你就给大家冲一个。我就基本是压着往前抽着冲。真顺，大家看看面部表情多狠，选这种，腹股有伤，真的是腹股有伤。直拍握拍已经刚才给大家看了啊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，英格兰和瑞士该用你的战术，用力冲。兄弟，这是乒乓球直播间啊，平常心，别捣乱。剪头了，浩哥，帅帅的，谢谢你们啊。受伤了，悠着点了，对。然后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。正手拉球刚才也重点全给大家说了，核心啊，第一是核心什么，击球点，我们的击球点啊，击球点是在我们的田区，刚才已经给大家说了无数遍了，就不多说了，浩哥十万赞了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第二个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意识，就是首实际上应该是第一个是意识，第二个是核心。意识是什么，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，没有刚才八点没有准时进来的啊，以后记住每天晚上八点我们准时直播。这个意识我觉得是大于你的技术的，有时候你们的根上的东西老不改老不去认知就不好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正手拉球，拉上旋拉下旋，第一意识是要干什么，我要得分，我要抢攻，我要拉死他干死他，大家这个能明白吗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。第一分我们不要去感觉什么，我们不要把这个重心这个意识放在我们先上台拖上台拉着旋转，不要去这么想，一定要是首先是我们要干他，要冲他得分拿下，对对对，首先然后第二个就变成我们核心点在哪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几个关键点，你今天都基本上讲过也总结过很细了，对，很细了，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力方向，下旋的发力方向啊，高调偏哪多，说前冲偏哪多，上旋我们的发力方向银板，对不对，所以我给大家一定大家要记住包括这几点，好吧啊，今天卖不卖板？卖板，今天卖板。管你要一个小时板了，你就是讲教学，就是教学。今天必须给大家教明白了，教明白没？我问一下，明白了，咱们扣波明白。